為大家表演呢個係龍形嘅十字五形拳，我哋有請。那么现在我们有请是龙形的师傅于清岗师傅为大家表演是龙形的十字五行拳。现在就是于师傅为大家表演龙形的十字五形拳，请梁耀文师傅准备。啊，龙形咧就系南方拳种啊。Dragon style is classified as the southern style of Chinese martial arts.站实啊，执撑佢。龙形最大的特征就是含胸拔背，很有这个格斗 feel。 好，多谢余师傅精彩的演